好，报告委员会各位哈，现在我们已逐法定的这个开会人数，那我们现在要推举一位委员，不是，推举一位委员担任本日会议的临时主席哦。那各位推举本人，那我就担任临时主席。那报告委员会哈，那我们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一，本院秘书长函为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人事处提报，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依本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至召集委员二人。三，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刘委员建国，二号林委员淑芬，三号杨委员耀，四号陈委员莹，五号黄委员秀芳，六号陈委员曼丽，七号吴委员坤玉，八号林委员静怡，九号吴委员玉琴，十号钟委员孔照，十一号王委员玉敏，十二号李委员燕秀，十三号蒋委员万安，十四号陈委员宜明，十五号洪委员慈庸。宣读完毕。报告事项啊，请各位委员参考这个书面资料，但是刚才没有发下去嘛，哈，是不是请行政议事组人员哈啊发资料给大家？那资料内容大概就如刚才这个所宣读的事项内容哈。那现在要进行选举事项，选举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本委员会召集委员。那本会期参加本会委员一共有十五位。哦，对。那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的规定哦，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两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那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哈之选举以无记名这个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的该委员会委员的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那本日系以选举方请问各位有没有要以推选的方式行之？没有哈，那我们就以选举方式来选出召集委员啊，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好，那我现在请在场委员推举发票员、创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各一人。发票、创票，我们幕僚会来做，但是由他们来监督。是上面的行政人员做还是我们？他们议事组的人员会帮委员做了啊，但是你要不要还是要推举一下？要推举一下。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反正形式上哈，那我就这样。发票员我们是请这个林静怡委员，唱票员要不要这个燕秀委员，计票员那也可以啊。计票员、唱票员就我们玉琴姐，那计票员就钟委员，那监票员我们就这个曼丽姐，好好。我们必须十五位通通投完，报告大各位。我们必须十五位的这委员通通投票投完哦，才能开票。所以如果有一个委员拖到十一点半来，我们也必须等他。好，因为我们今天的会议时间是从早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好，那我们是不是请发票员及监票员就位？我们要开始进行投票。那投票截止的时间为上午十二点整。那除请假委员外，若其余委员于投票截止时间前均已投票完毕，即进行开票。各位，我们注意这一点，是不是？如果十五位委员全部投票结束，我们就直接开票哈。那先提醒大家，所以所有委员于投票截止时间前均已投票完毕，的话，我们就直接开票。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选举。布置投票所啊，来，请布置投票所。然后工作人员，我们议事组工作人员请就位。对，来开始唱票发票。
各位委员啊，我们在所有的投票委员都已经投票结束了哈，所以我们就不等到十二点，现在进行开票，请唱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就位。哦，好，刚才我们早上好像是请中统政委员当计票员啊，他不在了，是不是请还有谁？吴坤玉还是林静怡？好，那吴委员来这里的计票员是不是？计票。好，现在开始，我们开始处理票轨。好，现在报告选举结果哈。那出席委员十五人，发出的票数十五张，有效票数也十五张，无效票数零张。那各委员得票数如下哈。林淑芬委员六票，刘建国委员四票，王玉明委员四票，杨耀一票。那依据这个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八条规定，各委员会召集委员的选举以票数
以票选行之时，以得票数较多依次当选，得票数相同者抽签决定。好，那现在这个刘建国委员跟王玉明委员得票数相同，那要请两位委员进行抽签。那先抽顺序，再抽召集委员当选人，请议事人员准备签条。王玉明没来哦，没空气哦，不爱听哦。好好，主席报告，刚才经抽签，那刘建国委员跟王玉明委员，由王玉明委员抽中招委的这一席，
所以现在宣告赵伟当选人哈，林淑芬委员及王玉明委员，哈，担任本届第九届第一会期的召集委员。那我们请主席监票员在这个赵伟当选人名单上签名，然后我们当选的两位召委留下来举行召委会议。那今天的会议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散会，谢谢。新委员如果有意愿想要留下来一起参加召委会议讨论的也可以哦，好。